Hello， 大家好啊，这里是郭博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SP 鱼丸的一拖四狗粮快速刷吃大法，同时会有两个不同的御魂配置法提供给大家参考哦。这里需要特别留意的是，这次的速度配置一定要大于195以上哦。狂风的面板一定要带觉醒破夫作为狗粮，伤害面板最低要达到 1.5 亿万，重点就是要在第二层杀到剩下兵勇哦。而如果有伤害不够的情况，建议补一个医术的土火普攻狗粮。那如果还是真的没有办法达标的话，拓荒的面板就比较没有太多的要求啦。速度配置一定要大于195以上哦，而伤害面板大概是 1.33 左右。主要注意的是能够杀到剩下兵勇即可，剩下就直接让它自动刷完。且与狂荒相比，时间上并不会差别太多的，但同样破荒的御魂要求确实更平民很多啦。俺がその車を守る盾だ。くたばれ。
私と共に戦ってくれ。罪を償う。永遠にな。くたばれ。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请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